我这边放一根针哦。我怕。好干。没有死哦。哇靠！打上去我就得了，我打出去又敌耶。稳稳的，稳稳的。我想直接让他进来了，让他踩。干在那个走廊，在楼上。楼上？你还把自己的地也射掉？楼上。在哪里啊？楼下，楼下，楼下，地下室。哦。是吗？但是已经有看到人。我决定让他自己来踩陷阱吧。啊！听好，我帮你探摄影机，然后他从这个上好像露出来了。你怎么可能被他打死？不要闹了，你要稳住了。你看这画面多么的好笑！我让他杀，然后我又可以玩下一场。我靠，他怎么会？